你若靠视讯电话给我，Hello， 你拢伫个哦？恁家今日传到什么创啥？你讲知影恁查某囝竟然甲组去刚登的办公室，想要偷窃恁做底下的房地产，还佮恁甲阮财务公司签的合约，还毋佮予我抓到。 伊即马是现行犯，即马你免恁查某囝回去，干那一个办法就是摕恁一片的股份来做条件。你即马让伊倒去，我出去找你。伫阮家啦，啊，不过我先甲你警告，恁若是敢报警，我保证，恁永远找袂着恁查某囝，我讲会到做会到。哎，你，哎，喂，哎。 即摆要安怎？敢真正要摕全部股份去甲晶晶换做转来？尤其，陈千青会出这个戆代志，迄嘛是因为伊要救公司，我拜托你，一定要想办法叫咱查某囝，好不好？不管怎，咱先去找伊。好，行。 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完做无？姐姐，哎呦，恁哦，若较慢到，我就送恁查某囝去警察局啊啦！玉桂，你先莫哭，我拜托你，敢会当有其他办法来保障你？你要伫全部股份，我直接做袂到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无愿意摕股份来换恁查某囝的命哦？ 爸妈，我知影股份，即马是公司最后一个希望。你千万唔通让伊，我对不起伊，甲对我走。好啊，无恁即马，我试看卖。有啥物？这小查某是伫咧水内面加啥物物件？ 公主，会吹打吧？有啥物？你伫个水内面，干啥物物件？当然是予你啉落，就会当上天堂的物件。我答应你，我甲所有的股份，拢予你。 既然恁两方面拢讲好势啊，有这个共识伫个，我即摆就把你转去，甲股份、两部的同意书签签的，签好势，我随敲电话叫伊放。志祥，哎呀，志祥，哎呀，最近嘛是安怎啦？别顾家。 你也知影，铁山公主今麦搬来遮住。啊，我着即几天敲电话，亚军伊拢无接电话啊。我毋则敲电话互郑翔，啊郑翔都甲我讲，亚军出代志啊。哦。哎呦，亚军，亚军，你哪安尼啦？是像遮尔傲气，甲你伤甲遮尔严重。哎呦，可怜的学妹，你哪遮尔衰，去拄着即落代志。亚军，亚军啊！ 谢亚军，今麦状况安怎？敢有较好啊？有啦，根据这检查报告看起来哦，伊今麦昏迷指数提悬啊啦，啊，身体的各项指数嘛拢稳定落来啊，啊，这两天佫观察一下，若无啥问题，应该真紧就会清醒起来啊。多谢，喂，喂，诶，甚物姐姐？啊，你上路呢？铁杖公主代志清醒起来吼，伊天顶的妈妈吼，你就别来烦我啦。 伊是讲要借我的身体跟伊讲话，我会惊咧，我会惊啊！哎呀，万一亚军若真正醒过来，是要安怎咧？
谁啦？七七哥，我你安怎卖阁讲啊啦？你送亚春上路啊，安尼伊就免倒伫遮艰苦啊。物件伫遮，阿唔讲。你是体唔过啥？你袂晓？我来啦。七七哥，七七哥，我袂当面试是金爸爸啦。你闪啦！七七哥，七七哥。来来来，这间这间。阿姐，你哪来？嗯，我来看亚军啊。虽然讲我是介意袂下，不过脾气也是我心无，那我就奇怪。哎，难道是咧别个家？阿你哪一家？啊，我是亚军的学姐啊。哎，当然伊我来看伊，嘛真正常啊。哎，亚军真神啊！啊，当时死的啊？哦。就拄好伫咧啉日来静静啦。哦，安尼正好，迄天空比较保平。是啦，啊，家母甲文娘嘛是知影，迄亚军真神啊吼，一定足欢喜的啦。伊昏起来呢。哎，别弄。亚军，卖阁喊啦，赶紧叫医生啦。哎，紧。啊，我